这也是在 LA 的最后一天，终于爬起来了，但是行李太多。实在是，我以为三个箱子都空了。妈妈，我这个箱子还算是比较这个风景很好。我们终于落地巴黎，在飞机上睡得非常好，一闭眼到睁眼就落地了，中间也没有晚餐早餐都没吃。元宵快乐，元宵快乐。这条看看在不在广东，我在北京。看一下留言，无效出国，还有五个店还能坚持住发这一条出去，网络不可用，请检查。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说出来都没人相信。每天都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人生很精彩的。这一条坐在巴黎环，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京的美景。这里是我的脖子好酸，有一根筋卡。说实话，这一个月头发，还有整理过一次，但是呢，实在是因为巴黎时装周，还是需要修理一下。因为我想把它留长一点，现在去吃一家韩餐，先把肚子填饱，然后晚一点或者是早餐可以再吃这个我的法棍。咳嗽，变，太困了。最强运镜。这是我这11个多小时来吃的第一口饭，太好吃了。11个小时，今年都没有睡过11个小时的觉，太舒服了。看到你们准备的站板了，谢谢。好，卸妆环节。但是我的卸妆的东西我找一下，卸妆膏，把脸上清洁干净。明天要换好几个景。 So 晚安。马上准备化妆。We meet the second. I love you. Yes. 中文更好了。没有。发色越来越好看了。Hello 哥哥。Hello。越来越白。我们那个先里边看一下，今天穿啥衣服。OK。吃饭吃饭。哇，我这样好像去年的那个活动的，在巴黎活动的现场。还好中途蓄力有他，我早餐在床上的那一壶茶喝到现在真的特别好喝。我刚一开始拍的时候就一直在喝，正好像回到了 LVMH 当天。跟后面的老师 say hi， hi， 没有留人理我，我现在的精神状况也不太好了。这个雨怎么回事？这么大！我们来这的这两天都在下雨，下雨，下雨。面包套餐，牛小包，哇塞，这个硬的真的，听一下。
是在翻译吗？有点可爱。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头发的测试，棕色、黑色现在非常清爽，很像是做成商业现在。比喷的还黑。Can I try this? Thank you. Have a good dream. You too. 十点钟我们又要出发了。Go. 哇。扮装，拜拜。看得到我吗？这，可能是看不到。不然他们应该会。真的。这是三的对 LYX Hong Kong、哦、你看我自己运镜可以第一片还有两片、哦、灵魂提取器第三片、哎、这什么东西哦，有一圈胶粘在了我的头发上第五片头发的厚重不是说说而已好这一片非常隆重啊这一片天灵盖取出来的感觉好像被假发骗子我现在清爽吗我整个人看着手也黑了脸也黑了我摸一下还有没有发片在里面看看有多厚呢我的头发是怎么组成的今天这组照片照片今天这组照片呢这组照片呢通过他们我看看我今天的发型好有规格的一个发型我好像去哪里玩泥巴回来眼妆看秀结束今天感觉时间特别快哎，这个没有底座没关系我拿着今天的秀非常的精彩设计到因为风格的选用都跟以往大有不同觉得特别的兴奋很快的就结束了忘说了这一次也是特地这个看着皮肤很黑特地用了更深色号的这个底妆还是希望更加自然一点这次我们的巴黎时装周之旅就告一段落 Maxi Bougou Bonjour